嗨，大家好，今年2020年，也就是我曹国辉最闲着的一年啊，也不完全闲。我这个年龄嘛啊，这个保养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 Lois 嘛，也是新加坡非常著名的医美诊所，对吧？那我觉得这个医美最重要的就是安全。Lois 他们用的产品呢，都是原厂授权进口的，还有这个热玛吉。Thermage 是 FDA 认证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这里的医美团队是非常非常的专业，我非常非常放心。重点是我喜欢来到这个，为什么？地点非常中央，非常方便我。哦，我本身是不动手术的啊，记住。最近拍了一部剧叫《灵魂摆渡之南洋传说》哦，我在里面呢。演了一集的戏花人，这个戏花人一定要看啊！到时候在哪里看呢？就是爱奇艺。